每个一开始，祝大家平安、健康、大欢喜。大家好，我是阿明。感恩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大爱早安新闻》。台湾时间今仔日是2月25号，拜五，农历是正月25号。伫遮阿明讲新闻，予你知，叫你免出门，就会通变秀才。一开始，咱来关心的是天气的情形哦。今仔一开始，大陆冷气团无亲像前几工啊遐尼啊强吼，天气会慢慢变好啊。啊，水汽嘛减少了。透早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嘉义只有10.8度吼，但是日头出来了后，温度拢会增加吼。不过提醒大家哦，家人北海岸地区、个大台北山区、个宜兰，即个东北风。直接吹到的所在，可能会落南山啊雨吼。啊，若是想要规工看到日头的吼，承德以南会规工出日吼。啊，不过啊，早暗的天气也是比较凉冷吼，大家穿衫要注意吼。咱来看这个红啊图，你就了解讲安怎穿吼，看会出来吼，北部个为这个颔巾吼、围巾啊，啊，其他的所在吼，天气也是早暗较凉。加他一件衫会比较好吼。继续，咱透过详细数字，甲大家报告今仔日台湾各地天气情形。一开始来关心的是北部，温度14度到28度，落雨的机会有80%。再来看的是桃园新竹，13度到28度，落雨的机会2%。中部地区13度到22度，落雨的机会是0%。再来南部。温度16度到25度，东部地区则南部地区16度到25度，东部是15度到23度，外岛离岛8度到16度。过来关心的是国际消息咯，来关心的就是已经发生战争咯，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攻击咯吼。乌克兰的政府表示已经有50多人不幸来亡身，有100多人来受伤，当地民众真济人惊到唔敢出门啦。中部的都市啊，楚湖伊夫这个所在啊，和炸弹击到吼，啊，真济厝啊、车啦，拢安尼密密麻麻，俄罗斯的军机啊攻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附近啊，一个机场吼，基辅的国防部情报中心也只炸弹啊，轰掉吼，烟一直呛，啊，那真侪人拢避入去到地下铁吼、地铁来避难吼，切尔诺贝核能电厂的附近嘛是真听到真侪这个炸弹的声音吼，国际媒体啊报道讲啊，切尔诺贝已经被俄罗斯啊控制了。即摆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吼，啊，真济国家其实啊，啊，对于这个因安尼发动战争啊，是真该骂吼，啊嘛准备要来甲因处理吼，啊，制裁因的银行，啊，佮有因真济企业啊，管制物件进口到伊个国家吼，希望将俄罗斯啊，会当摕到。西方国家的真济技术的管道改切断吼，希望因的经济啊会当受到控制，卖安尼过来发生战争吼。咱先来听美国佮欧盟这些领袖的讲话。Putin chose this war, and now he and his country will bear the consequences. Today, I'm authorizing additional strong sanctions and new limitations on what can be exported to Russia.This is going to impose severe cost on the Russian economy, both immediately and over time. It is President Putin who is bringing war back to Europe. Russia's target is not only Donbas. The target is not only Ukraine. The target is the stability in Europe and the wh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order. And we will hold President Putin accountable for that.其实呢，若发生战争哦，无辜的是老百姓啊。美国估计哦，乌克兰会超过500人啊，啊离开家己的家园逃难吼。俄罗斯开战了后，已经啊出现真济难民哦，啊逃离家己的家园咯。大部分的人啊，头一站是到波兰的边界哦，看到家己的国家发生战争啊，民众其实啊话是讲袂出来啦。啊
just shattered, not for myself, not, I don't care about my own safety. I care about Ukraine. She has family. And Ukrainians. I'm of Ukrainian heritage, and to see this happening to the country is just devastating. I just can't believe someone could be so evil.真侪人啊，大包小包吼，其实唔是要出门佚佗，而是要到难到安全的所在去啊。根据联合国初步的估计吼，已经有10万位的这个乌克兰的人啊，离开家己的家园哦。荷兰这个国家也准备了8个收容中心，准备来帮助这个离开家己家园的难民。过来从镜头刷到咱报道台湾来关心的，就是新冠疫情啊，最新的消息哦。昨咱报道台湾增加73例吼，自国外啊刷入来的这个病例吼，啊其中啊另外佫有7例是本土的案例吼，啊有1例是伫健谈这个所在防疫旅馆吼，这个护理师受到感染，但是到底是互相划到的吼？高低调查当中，也是因为这次疫情慢慢啊转好了。昨指挥中心伫记者会上也表示哦，自后礼拜二3月1日开始啊，会袂阁分2级、3级这种境界，会看这个疫情的发展哦，逐个月来调整一届疫情的防范措施吼。所以讲，刷落来3月份的变化就是啊，未来不管是坐火车、坐高铁。坐公共汽车、坐船哦、坐飞机，拢会当伫啊，即个交通工具的顶头食物件咯。啊，若是检疫，也是隔离的时间，也自本来14天缩短到10天吼。那出外运动啦、翕相啦吼，啊，包含着主播主持节目啊、做直播、录影这些人啊，买单啊，卖个挂嘴啊嘛。这是3月1日开始新的变化，甲大家来做报告。本土新增加7例确诊，指挥中心特别关注台北检糖检疫所一位护理师出现打扫的症状，采检阳性，推测是伫个收治确诊的人的过程被传染。伊曾经频繁进行淡水性乙酸的测温，足迹已经完成消毒。检疫所总共工作的是295人，那就是我们这一位护理师阳性，其他294名都是阴性。框列57个人是居家隔离，扩大采检，目前是采检了353人，那有267名是阴性，还有86名还在检验中。国内疫情稳定，会当控制。指挥中心宣布，为3月1日开始，翕相、运动等等指定的场地，会当唔免挂嘴安。运动、拍照，还有直播、录影、主持、报道、致辞、演讲、讲课等，这一些会恢复可以免戴口罩。唱歌目前我们还没有在3月份的时候开放。另外，到病院或者是长照机构，也有条件开放探病探视。只有疫情较严重的双北、桃园，还有高雄维持禁止。不管是探病或探视，要完成第3剂，就是完成追加剂哈，打14天以上。如果你能够出示这个3剂疫苗的证明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做这个筛检，否则的话，就还是要出示这个3天内的这个自费筛检的阴性证明。3月开始，坐船代替高铁、船，还有飞机嘛恢复饮食，大卖场、超级市场开放试吃。一步一步放任限制，让民众的生活回归正常。台新闻谢云山、叶怡琳台北报道。过去这2年来哦，包含着报道台湾，真侪人为了要保护家己、保护别人哦，拢是挂嘴暗哦。咱讲有一好无两好啊，挂嘴暗当然会当啊防止这个病毒的传染哦。不过哦，挂嘴暗讲话时阵就会受影响，真侪人哦爱讲较大声的，因为惊人听无吼。啊，长久以来啊。尼古的侵了，其实你的咽喉啊、声大是会受伤的吼，甚至提早老化。啊，咩啊乱嘞？医生甲咱讲啊，你讲话当讲较慢嘞，啊，我近要讲话要听的人的，我较近的吼，啊，当然啊，水啊加啉一寡，莫讲伤久，啊，找人旁休困。如雪奉大德。护理师叫号加大音量，除了是服务动听的患者，戴嘴暗也是原因之一。戴着口罩，导致我们讲话有时候会更大声的去跟病人说，喉咙其实有点不舒服。长时间出力，而且大声讲话，会抵触到声带附近的肌肉受伤。平常时骨瘤，而且少按的声带，也因为快速频繁的摩擦而结硬，过度使用甚至会萎缩、加速老化。还是肌肉组织也好，或皮下的一些
纤维组织好会流失，它的声带在靠拢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缝隙，它会关不紧。你讲话呢，其实声带没有关紧会漏风，声音会有沙哑的现象。挂着嘴暗讲话，会当放慢速度，扭近距离，手势辅助。另外，也可以当善用到发声的技巧。吸饱气再说话，或者是想象说你的声音是像一条线拉出来，声音共鸣腔再往前面更集中，助于我们把声音可以听得更清楚。初期声大不爽快，要适当的休困，补充水分，都会当缓解。如果还已经结案，甚至组织萎缩软化，就需要手术治疗。台新闻黄心妍、郭家旭台北报道。即阵啊，真侪人厝内衫哦，拢晒袂干吼，真苦恼，因为啊，晒袂干啊，有歹味哦。根据专家讲哦，为什么有歹味咧？是因为你的衫裤内面有这个啊霉菌哦啊来生团咯。医生讲，这种菌叫做莫拉氏菌哦，就是拢湿湿淡淡的情形之下，才会来愈团愈济哦。将这款怪味物啊来消毒咧，当然是除了一头晒裤干以外，就是买当用风扇、烘衫。连日来空气潮湿，洗好的衫裤曝伫个窗盘，一挂就是几日工。晾啊晾不干啊，晾两天才拿来烘。一般的衫裤、毛毯、棉被套，拢总摕来烘好干，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会有那个霉的味道，多少一定会啊，会有发霉吧。天气湿冷，衣服干不了，许多民众干脆拿来自助洗衣店烘干。其实这个动作不只解决了晒衣服的困扰，竟然也能达到杀菌、去除异味的功效。基本上来讲，在我们的人类皮肤跟黏膜上，就会有这类的细菌的存在。衫裤半干半湿，散发的臭味，可能就是细菌莫拉氏菌引起的，靠鼻子甲汗水顶顶滑落去。所讲的歹气味，就是伊的排泄物。唯一的缺点就是无耐热。那如果说在这个细菌的消毒过程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去除，那甚至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我们皮肤上角有伤口的一个感染。好，那通常呢，就再拖个九分钟这样子。所以就拖两次。对，我晾在外面的原因，就是让它的这些残留的可能有一些什么洗衣精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芳香剂，让它挥发掉。不要直接拿到室内。身为护理师，如果有超过40年的主妇经验，晒袂干的衫裤、冻水机、烘被机，拢是好帮手。这是烘干烘干、哦，真的很温暖哎。对，所以就是你就拿。大概多久？其实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最好在5小时之内就能够使衣物能够晾干、烘干哦。那这样子衣物可以啊、哦，很快的可以把这些哦异味的这个问题啊、哦、可以改善。那因为我这间是衣帽间，所以呢，我的湿度就是会大概控制在60就可以了。掌握湿度，更是一个美感，还可以让你的肌肤呼吸更加打伤。台新闻，萧志杰、田志忠台北报道。暖心无碍哟，我们来看，我们看了的真温暖的消息哈。啊，咱来看的是国外吼，伫海外组织、伫海外帮助艰苦人的国家地区，已经增加到127个国家。新增加的这个国家是伫位啊南太平洋的这个岛国吼，东加。大家看新闻应该阁会记得讲，顶个月吼啊，东加发生这个海底火山喷发吼，啊造成海啸啊，啊灾后真济人的生活已经受影响了，有一个。自东加搬到纽西兰已经超过半世纪50几年的一个查甫人吼，特别来到纽西兰组织分会，甲咱的志工讲哦，伊的亲人伫东加需要斗三工，所以讲咱也传了真侪生活物资，啊嘛真感恩有这个专运公司啊，愿意免费帮咱载这物资送到东加去吼，啊这对翁仔某。向组织人求援了后，得到帮助，嘛来感恩组织人的倒卡手。2022年才开年，正月中南太平洋岛国东加就爆发着毁灭性的天灾。Tonga and that area of the Pacific, we know there are tsunamis. There hasn't been an event from a volcanic eruption and such.在后，电力短缺，火山灰覆盖着耕作的土地，引起着农作物的价格飙悬。
粮食危机是随时拢会发生。And that basically had an impact on basically water, drinking water sources, on vegetation, grazing for animals, etc. Because the volcanic ash is toxic. I would have thought it's not more than a week or two, because if you imagine the food supplies in the refrigeration has been spoiled, and there's nothing in the fields to get. 心系着故乡的灾情，七十四岁肯伫纽西兰积极奔走，啊来想到家己曾经收过资助纽西兰分会伫疫情时间发放的物资，所以写批向志工求援。批中伊提起着故乡的厝内底人遭受着火山灰甲海啸之苦，希望资助纽西兰分会会当提供着食物包甲饮用水。伊个厝内底人哈收到物资了后，也会甲厝边头尾来分享。接到即款个求助，组织志工当然是使命必达。正月底，大家动员打包物资，伫月初装上货船，为奥克兰客艇前往东加。十天后，也清关，互群个厝内底人收到温暖个爱。I appreciate and I wanted to give you the thanks and appreciate from my family in Tonga that they received the food that you gave me to send to them. They received it with thankful. Thank you for very much for the food. It's the nice food you bring in there. But I share, you share for my family. Not my island, my country, another country. You go and bring the another country, my family there. Should we ask that thank you to you and your people? 肯甲伊个太太玛丽，伫故乡厝内底人收到物资了后，也特别来到组织纽西兰分会地下，穿着志工甲的两个人，希望晚年的生活会当甲蓝天白云新影同款，利他助人。大新闻综合报道。过来从囝佬，所以当咱亚洲的印尼这个国家吼，相对伫台湾疫情已经受到控制啊，印尼的疫情也是真均价吼，啊，伫一月底阁起起来吼，做大做日啊，二月二十二号拜二的时阵，加拿大讲啊，得病人确诊的人都超过五万人，你就知影讲啊，疫情是真艰难吼，啊，组织人伫当地啊。帮助真侪艰苦人，咱等下看到伫西雅加达这个所在，伫一个。砖头内面啊，发送了1500份的大米，或者系乡亲啊，上无巴肚卖药要着。Saya resmi kami lepas。军人也佫有清洁人员，将爱心分送到每一个邻里。Itu akan kita bagikan secara bertahap dan tidak dibagikan secara keseluruhan, tapi dibagi melalui tingkat RW dan RT sehingga tidak terjadi。Penumpukan karena masyarakat sekarang apa masih dalam kondisi pandemi demikian. Berupa beras 10 kilo dan masker 10 biji. 这次总共送出1509份的大米，由50位居民代表接收。疫情的冲击，当当创伤经济，志工发现更加多社会暗角需要照顾。Alhamdulillah, ya masih seminggu 2 orang, 3 orang lah gitu.Sekarang mungkin mana? Paling seminggu satu, 2 minggu sekali satu, ya. 一袋一袋大米，敢那及时好，是真侪家庭面对明仔载的希望。大新闻拉登伊拉瓦蒂印尼报道。过来是菲律宾哦，菲律宾伫寄顺市的主治志工哦，包含着印尼会吼的医生、护理师啊，帮助政府来帮5岁到11岁的囡仔来注预防射吼。其实啦，囡仔看到要注射，拢会骂骂吼，无就是拢不爱护医生来注射、护士来注射，咩安怎嘞？咱的医生、护士啊，真有爱心哦，想办法啦，变起吼，就是啊，穿插来做改变，亲像医生伊就穿红的红衫，变做国王吼，即个角色拢是。囡仔看红仔册啦，囡仔册内面的这人文吼，所以讲看到比较未青训的人啊，囡仔的心安静落来了。Oh, no.
The vaccine was good, that's why I give her that. Actually, uwi ko sa kanya yung kahapon. Tapos sabi niya, Mommy, can I have one? I will give the doctor tomorrow. Tapos dinago pa niya dito sa bag ko. Tapos inabot niya kay Doc. Ayun. Kaya talagang hinanda niya yung para sa vaccinated. 看到针就惊，也阁有人无度克服恐惧，先靠释放压力。They were really friendly and they waited so much because I'm really, really scared of needles. It's like my biggest fear. 蝴蝶仙子真温柔，小小的超人够勇敢，也阁有鹿角仙面对面来加油。祖上的国王勉励囡仔感恩父母。这是一个五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派对。经过注射人类花预防下注射的认证，带着疫苗的保护力，就当回到学校快乐学习。台新闻李佳美、罗维娜为你编报道。过来从镜头刷到咱报道台湾来关心的是注射基金会中教推展中心哦，全台湾服务的个案差不多有两万人左右，大部分咱的服务的对象啊，拢是侪人大的老大人，那无就是。老大人照顾比佫较老的即个老大人，就是咱国语讲即个老老照顾吼。啊，即其实啦，即阵啊吼，天气变化真大吼，天气啊变冷的时候，咱就会特别关心即个老大人，咱服务的个案。所以讲，全省600位的照顾服务员都会啊，主动到即个个案的厝内吼，炸棉被啦，炸颔巾吼，佮暖暖包，解牛血压，关心伊的生活情形。歹所在，老阿嬷的房间无够三平，囤的杂物无法度抵挡着寒风。较旧家都那哦，未阿弯脚安尼旧安起来。保暖够够？无够嘛，无法度啊。会议中透露出90岁独居生活的无奈。阿嬷，哎，来哦，这围巾吼，啊暖暖包吼，会当带挡伫即内底，暂时带你降低血压。这牛发现到血压失去控制，啊，他血压这么高嘞，202。阿妈，你血压伤高，你今仔日还袂吃药啊，是无？低温上惊心血管一边发作，准时吃药啊，也爱注意着保暖。我们启动全台的居照顾服务员，居服务员，我们有总共600人，然后准备了棉被、暖暖包，还有我们的围巾哈、等等哈、来让。这些独居长者跟老老照顾的长者能够得到一个温暖。气温突然降低，寒冬尚暖。注射基金会长照推展中心为今年正月中旬就开始分送着保暖的物资。大家注射，大家吼来关心我。这份感动在长者心底是烧沸沸。台新闻郭燕玲、欧阳光辉台中报道。过来看的是花莲有一个两岁外的这个查某囡仔吼，可能是去溪仔边耍水的时候，无细致或者是误气啊，故意讲水渍哦，走入去鼻腔内底，所以讲有两礼拜时间拢会流鼻血吼。啊，妈妈帮伊洗完血，发现讲啊，鼻仔内面敢若乌乌的物件在遐叮当，好佳哉，赶紧送到咱花莲注射医学中心吼来做处理。大医王帮伊将这个误气啊抓出来了，囡仔已经恢复健康了。溪边耍水爱小心，花莲有一个两岁的查某囡仔，连续两礼拜鼻仔痒，鼻孔还阁有乌色的物件，而且有的时阵阁会流鼻血，无想到是乌气。
然后来到急诊之后，就用先用内视镜检查，看到确定有水蛭，但因为他才两岁，所以没办法配合在治疗仪上面做夹取，所以是有经过全身麻醉，然后在手术房安全的取出来的。好轻松哦。花莲这些病院每一年拢有十位左右的病人，因为鼻仔内边有乌龟去看医生，年龄自两岁到八十岁拢有。去年十月，当时有三位的患者，因为接触到溪仔水等等外面的水源。其实被水蛭咬不会有感觉，通常都是你看到，怎么皮肤上有一只水蛭这样子？它可以生活在鼻子里面，可能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可能会有贫血的情况。那一直有异物在鼻子里面，可能也会导致有慢性鼻炎啊、慢性鼻窦炎的情况发生。医生也提醒，生近山泉水，也是工作的地点在山边，也是户外，要注意。如果乌龟进入鼻仔，时常有异物感，都要赶紧去就医。台新闻何玉怀、邓明仪华联报道。透早环保人今日来感恩的是用古井的双手做环保，住伫台北今年71岁张杨桂兰阿嬷吼，桂兰阿嬷过去的人生吼，后生查某囝过往哦，先生佫破病，所以讲伊讲实在啊，心情郁卒哦。好，你家在后来啊，来到组织环保站做环保，心开运转，福就来了。儿子这两年又走了，啊，每天在家里闷闷的也不是办法。跟团妹师姐来做环保，师兄师姐都会安慰我，然后他们都会教我很多东西。在这个环保站，我真的做得很开心啊！啊，做的身体也很健康了。以前是很会腰酸背痛的，现在都好了。这个礼拜是二，五啦，好啊，热。在环保站里面看到师兄师姐，大家都很开朗。有时候不愉快的时候，就会把那个事情都抛掉了。哎，讲老师厉害啦，老师厉害。我每天我在那都是他的笑声。比我辛苦的人，比我难过的人，他们都也走出来了。所以我也看开了，所以慢慢把儿子走掉的那个心情也放开了。看到这个菜很漂亮哦，看的心情蛮好的。有机菜是没有洒农药是最好的。然后有一个独居老人，有时候我种些菜会煮鸡给他吃，咱的上人讲，一只火金菇会当照亮。我也很想，辛苦是人走出来的，这个福也是人造出来的，我愿意造这个福。世界挂机喵喵。
以上今天的早安台语新闻，继续来邀请国语主播明君跟大家问好。学长好早。好，学长，那个阿平早，还有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安。阿平，你有没有不敢吃的东西啊？这摆都唔敢食吧？我嘛是呢。阿你，不过我从小哈，不敢吃丝瓜、菜龟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敢吃，吃下去会吐出来。真的个？真的呀。啊，但是大了以后，年纪渐长，发现吃到一些做的很好吃的丝瓜，才发现原来是烹调的方式不太一样，因为以前软软、欧欧啊，看起来就很可怕。可后来接触到做的很好吃哦，就改变了观念。所以其实我们对很多菜不敢吃，也许是烹调方法改变一下就改变了。是是是，所以讲上有米，饲百样人哦，营养的物件咱来加食，特别是蔬菜水果吼，咱来多多来补充。以上吼，阿明讲到这，赶紧来听国语新闻，感恩大家。好，谢谢阿平。我们继续来关心国语新闻，持续关心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火。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全面的攻击，乌克兰政府最新表示，包含平民与士兵已经有137个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民众也饱受惊吓。西方国家强调会让普廷和俄罗斯付出代价。俄罗斯飞弹攻击乌克兰，传出了多起爆炸意外。邻近的白俄罗斯也南下，想要取下乌克兰首都基辅，包含了机场以及两处军事中心。担心被战争波及，乌克兰民众逃难到银行提款领钱，街道上涌现了逃难人潮，民众试图开车离境，而联合国表示可能会出现500多万的难民。中部城市楚胡伊夫遭到炸弹攻击，建筑受损，汽车烧毁。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不少人跑到地下铁避难。俄罗斯军机攻击基辅附近戈斯托梅利的机场，基辅国防部情报中心也遭到击中，冒出阵阵黑烟。乌克兰上百死伤，总统宣布全国戒严，抵抗到底。切尔诺比核电厂附近炮声隆隆，核废料设施传出遭到摧毁。国际媒体报道，切尔诺比落入俄方手中。基辅出现逃难车潮，联合国估计已经有10万人逃离家园。首批踏进波兰的民众看到自己国家烟消四起，伤心难过。Just shattered. Not for myself. Not. I don't care about my own safety. I care about Ukraine. She has family. And Ukrainians. I'm of Ukrainian heritage, and to see this happening to the country is just devastating. I just can't believe someone could be so evil. 西方国家严厉谴责，并强调会让俄罗斯付出代价。Putin chose this war.And now he and his country will bear the consequences. Today, I'm authorizing additional strong sanctions and new limitations on what can be exported to Russia. This is going to impose severe cost on the Russian economy, both immediately and over time. G7 紧急会议将讨论更多制裁措施。大新闻李芳编译。至于普廷怎么说呢？普廷曾经表示，乌克兰是一个时代的错误。他说，这次的攻击不是要侵占乌克兰，而是要保护那些在乌克兰政权之下的受害者。当然，这样的说法难以被国际接受，许多国家祭出了经济制裁。美国是封锁俄罗斯的两大金融机构，英国是斩断了经济来源，包括俄罗斯银行，还有三名普廷的富翁朋友。日本针对3天前乌克兰东部宣布独立的共和国停发签证。至于德国停审往来欧俄两地的北溪二号，表示不再进口天然气。但是这样的经济制裁似乎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普廷在过去8年做了很多准备，就是要摆脱对西方金融的依赖。坦克车开进乌克兰，俄罗斯宣布开战，双方硬碰硬。Без паніки, ми сильні, ми готові до всього, ми всіх。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泰勒认为，过去20年，普廷没有让俄军参战，这次进攻乌克兰是大决定，也很可能是个错误决定。The Russian people are not eager to go to war with Ukrainian people. The Ukrainian military will first put up a fierce fight.
泰勒担心双方立场坚定，战争死伤恐怕非常惨重。面对普丁大举进攻，各国祭出制裁，专家表示美国出手至关重要，但必须切中要害。So I think the sanctions that are really going to hurt the Russian population are those banks that really issue credit cards. 一旦美国把特定银行列入 SDN 指定制裁名单，意味着将他们踢出美国银行系统，冻结资产。由于全球贸易大多仰赖美元，若制裁生效，俄罗斯民众将无法在国外使用信用卡。So that's going to be significant for the Russian population.除了金融机构，另一份值得关注的制裁名单包括商人、企业大亨以及政治或军事领域的重要人物。The US has often talked about starting to sanction some of those, and some of them live in London, some of them own football clubs. 但制裁真的有效吗？欧洲智库分析，自从签署明斯克协议，普丁为了摆脱对西方经济和投资的依赖，在过去八年内做足准备。I mean, a lot of foreign reserves now. I think dollars, it's only something like 14%. They have a huge wealth fund of over 600 billion in gold and foreign currency. 专家认为，这足以让俄罗斯有能力在各方制裁中坚持一段时间。乌克兰不止陆地上炮火四起，连网路也遭攻击。有消息传出，联合国安理会正在起草决议，宣布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宪章、国际法以及2015年安理会关于乌克兰的决议，希望借此平息战火，吹响和平号角。大新闻刘觉玉编译。战争开打，冲击全球的经济，油价和金价上涨，布兰特原油每桶价格一度飙破了$100，七年来的新高。而黄金每盎司$1,900也是八个月以来的新高点。全球的小麦12%来自俄罗斯，玉米16%来自俄罗斯。战争如果影响出口，粮食可能变贵，也可能让通货膨胀更加严重。飞弹和火箭瞄准乌克兰，面对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总统宣布全国进入戒严。双方冲突一旦扩大，不仅乌克兰国民陷入战争的水深火热，乌克兰身为欧洲大粮仓，势必冲击粮食供应。Well, we certainly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But if it does, obviously, Europe is going to be most directly impacted and affected because of the relationship that they have with the Ukraine and the reliance that they have on Ukrainia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乌克兰的小麦出口占全球12%，玉米占16%。一旦战争影响出口，包括南亚、非洲、中东地区的供应，通通都会受到影响。It's an opportunity, obviously, for us to step in and help our partners, help them through a difficult time and a situation.就算美国承诺会提高小麦产量应急，但相较于乌克兰，美国地理位置更远，势必得花更多运费才能买到粮食，恐怕进一步推升各国政治和经济动荡。另一方面，前一天为了吓阻俄罗斯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德国宣布暂停审核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的审查程序，看来也没吓到俄罗斯，德国还可能反而伤到自己。Wir erwarten, dass das Preisniveau sich etwas entspannt, aber für die Verbraucher, die das Ganze erst mit einer gewissen Verzögerung auch bekommen werden, werden die Preise sicherlich erstmal nach oben gehen. 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在欧洲市场占40%，一旦中断供应，后果不堪设想。尽管中东国家卡达允诺五年内天然气产量将提升将近5000万吨，不过依然难以补足整个欧洲的需求缺口。乌俄两国开战将不仅仅是区域冲突，影响将牵一发而动全球。大新闻黄婷婷编译。事实上，很多俄罗斯的民众反对出兵，39个城市都有民众上街抗议，将近400个人遭到逮捕。而这场反战潮似乎无法让普丁收手。另外，各国展开撤侨，外交部就呼吁侨民要尽快离境。目前留在乌克兰共有33名国人，大约10个人考虑离开。乌克兰的业务暂时由驻波兰代表来接手。我们旅居在乌克兰，
的国人目前情形哦，有六个是已经离开乌克兰了哦，有五个人是前往乌克兰的西部啊，他们西边的利维拉夫就是 Lviv 的这个城市，那边比较安全哦。那还有其他人，他们还是选择还是要留在这个乌克兰的首都，不管是基辅，不管是乌克兰的北部，或者是乌克兰的南部，这样希望能够留下来的还有28位国人，所以我们把它加总在整个乌克兰境内，不管是在西边、东边、基辅各地的国人呢，目前还有33位，目前是有10位说会考虑会在近期的时候也要离开乌克兰。昨天开始降雨趋缓了，而今天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还是有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统计到2月23号，大台北54天当中有48天下雨，只有6天没有下雨，追平了1998年以来的记录，也因此中部以北的水库接近满水位。不过连续下雨，土石松动，基隆信义区山区道路崩塌。连续豪雨，道路边坡崩落，空拍画面更触目惊心。恐怖画面就位于基隆港子寮道路，坍塌面积仿佛大 V 型山谷，长约80公尺，深达20多公尺。它第一个它没有挡土墙，那第二个就是因为上方有这个资源回收厂，那回收厂它叠了很多的东西哦，堆积的这些东西哦，顺着这个。顺着这个底下这个土啊，路基的部分，所以就是往下来冲刷。而连日来几波雨势，却是为石门水库带来乐观水情。那这一波的水气就比较足，当然让我们的水整个回升回来的同时，它就很接近我们的满库的情况。因此，为了大坝的安全，在操作上面，所以我们在昨天的部分，我们就有做了一个调节性的放水。连同翡翠、永和山、德基水库蓄水率都超过90%，宝山则直接来个满水位。南部增温只有50%不到，蓄水量却高达2亿5000万吨，超过一座石门水库。从1月以来，北部地区几乎天天迎来降雨，除了各大水库大进账，桃园千皮之乡传统用来灌溉的皮塘也都吃饱了水。老天爷带来的好消息，最开心的当然就是农民。因为我们从去年底，就是1月份的时候，就是陆陆续续有下雨啊，所以说今年水都没有什么缺了，都很开心。对对，没有缺水的困扰。1月中旬开始溢的，然后现在差不多将近一个月左右了。稻田吸足的水就是插秧好时节，光是石门管理处巴德工作站一期稻灌区2000公顷面积，这个月7号开始供水，预计3月中过后将会是一片绿油油景象。以石门水库来讲的话，它要供一年的用水的话，可能要4次的满库，然后才够供整个民生用水跟这个农田稻作用水。对。那当然，现在目前刚开始插秧的情形的用水情形是足够的。那我们会实时的来做管控的这个动作。那各地的水资源调配，还有水库的放水，都以最节约的方式在进行。那我们目前评估供灌应该是没有问题。丰沛水量，期待6月炎夏迎接稻穗饱满低垂的好风光。在新闻消息节，田志忠、梁家明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新冠肺炎的疫情，昨天新增80起确诊，7例本土，73例境外移入，疫情相对稳定。指挥中心宣布防疫新模式，边境也放宽。
3月7号开始入境检疫，从14天缩短为10天，并以在家一人一户隔离为原则，再加上自主健康管理7天。另外，非本国籍的商务人士也可以有条件来台。外籍人士的部分，那商务考察、投资、履约跟应聘等等的这些商务活动，那只要出具我国这个相关单位给他的邀请或信件等等，那他就可以直接到我国的驻外单位申请特别入境许可的这个部分。那对于中港澳的部分我们维持是商务履约、跨国企业的内部调动。根据统计，99.04%入境阳性病例可以在10天之内筛检出来，因此入境检疫的天数缩短为10天，民众可以选择在家一人一户，或是住防疫旅馆。而同一天入境的家属或同住者，检疫期间可以同住。菲律宾部分省份疫情降为2级，但是医院还是高度戒备。奥默克的慈济志工送防疫物资到2家医院，保护医护还有大家的健康。防护物资准备齐全，对抗疫情保障多一层。With these donations, we can now manage COVID surgical cases. We do not have to refer them to Tacloban, which is 2.5 hours away. 这份装备确实舒缓当下困境。Also,We received the antigen kits from the Chuchi Foundation, which will also really decrease the financial burden. Not dakong pagtagad ang ato mga doctors, nurses, hospital personnels, mga frontliners, kasi sila man ang naanag atubang sa pagsanta sa COVID-19. 新冠病毒不散，保护设备。再远也要送达。大爱新闻罗伯特·阿莫斯、罗兹亚，菲律宾报道。新冠疫情笼罩香港，前天一天就有8600多人确诊，专家预估很快会超过10000例。疫情影响之下，皆有的处境更加艰困。带您关心这一群被忽视的人。繁华香港，你在哪里？生活在贫穷线以下，香港的街友人数逐年上扬。2020年统计1423人，这是受到疫情影响，经济活动受挫，失业率大幅攀升，露宿街头人数增加。天桥一角是他们被遗忘的存在。这份唔系几好，有啲担心咯，唔知搬去边。自己一個真係好悶，即係最後咧習慣咗，冇咩大問題嘅。好麻煩㗎，落雨度，因為打風啊，落雨好麻煩。最緊要被啊，啲嘢唔好濕㗎嘛，一濕咗啊，佢就呢個嗰一份㗎嘛，係咪？咁啊唔怕啦，咁我就可以。咩都唔怕啦，大問題就一定揾第啲人幫啦，啲小問題唔緊要。不過，即使如天橋的安身處，也難逃政府的市容整頓，禁止進入後，就是另一個街頭生活的重啟。香港慈利志工在疫情的這2年多，牽掛的也是街友，定期送餐關懷。这些餐券是素餐馆与慈济合作。我爸爸都是慈济的志工，一直都好支持慈济的慈善活动。今晚慈济有个探访街友的活动，咁我都亲力亲为去煮啲热饭热送嚟。多谢。嚟到油麻地啦，同埋文化中心咧进行。虽然下着雨，天气非常之寒冷。但係無減退我哋嘅志工和一班嘅露宿嘅家友付出一份嘅愛，亦都家友收到我哋嘅之前同佢登記嘅物資，都感覺到好温暖同好開心。林國傑，攞咗鞋啦、風褸啦、衛衣啦，
褲啦，同埋食物啦，都有用嘅，全部都嚇。仲要 fit 到啱啱好喎。係啊，好 fit 啊，呢個好舒服。哇，行山跑步都得。係啊。好感恩啊！好開心到你個樣。哇！即係簡簡單單嘅食飽、瞓覺，原來咧都唔係人人可以獲得嘅。生活逼人，依然活了下来。皆有需要的，绝对不是不对等的同情。我们真的要很感恩邮差把信件送到每个人的手上，但也有不孝的邮差把信件丢掉或是藏起来。立陶宛一栋建筑在翻修时候，在通风道发现了被藏起来的信件，可能是当时的邮差窃取信件里面的现金或值钱的东西，但是找到这批信件之后，要寄送可是大工程，因为很多地址已经不一样，邮局花了好几个月才把迟到51年多的信件送到收件人的手上。The Elf World Premiere on cassette tape。时空胶囊事隔30年开箱，不止回忆，还有满满惊喜。而这位女士的惊喜是来自51年又9个月前没收到的信件。A zdjęcie przyślęci trochę później, bo daję sobie robić. U nas zimno, mróz, autobus nie idzie, trzeba chodzić pieszo. Mróz na 23 stopnie Celsjusza。克洛诺斯卡居住立陶宛，1970年和一位波兰12岁女孩互通信件。当时的苏联或社会主义国家透过报纸在海外征笔友，信封上头还可以看到前苏联领导人列宁的邮票。Ну с тобой, головою чи кашкок спокшта, кашка сюкаує. Буду чи прієш баланджу пірма, ти по головочі укачею, ти краспокшта. Бет, каденьги паскаміно кіліс сікюс, по то дар віл скамбіно, ір пасакі, кад гаутас лайшкас, ну сакав, ну тай персускіт. Персускіт, ман токіу адресу, кур дабар гіяну。这封超过半世纪的信件就隐身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一栋建筑，工人装修时通风道掉落大批信件，疑似是当时的邮差藏起来偷拆，寻找现金和贵重物品。There was a door before, so we did a demolishing the wall, and the bricks started to fall down from the top, and back by the bricks fall the letters, a lot of them. They were dirty, they were, into small pieces。工人将信件交给邮局，不过接到名称和门牌号码都和当年不一样，因此邮局花了好几个月才将迟到半世纪的问候送到5位收信人手上。Mostly the people who received the letters nowadays, they were on one hand they were emotional because it's like you know a letter from 50 years ago. Like one lady said, it's like receiving a message in a bottle from the sea. 单新闻综合编译。感恩与您共度美好时光，希望您暖暖一整天。我是林明君，我们再会。